译文：若有人受持阿弥陀佛名号，现世就当获得十种功德利益：一、日夜恒常得到诸天大力神将及其眷属隐形守护；二、恒常得到25位大菩萨如观世音等以及其他一切菩萨恒常随行守护；三、恒常为十方诸佛日夜保护怜念，阿弥陀佛常放光明，摄受此念佛人；四、一切恶鬼、若夜叉、罗刹等都不能伤害，一切毒蛇、毒龙等都不能伤害；五、一切水难、火难、冤家、盗贼、刀剑、牢狱、枷锁、横死、枉死，全都不会遭受；六、以前所造作的罪业，全都消灭；所造的杀业，免除命债，因为被杀者承蒙杀者的修行功德回向，获得解脱，不再有纠缠讨命之事；七、晚上做梦都是正直的好梦，或者又梦见阿弥陀佛殊胜美妙的色身；八、心中恒常欢喜，脸色光润，气力充足旺盛，所做的事情悉皆吉利；九、常能得到一切世间的人民恭敬、供养、礼拜，如同恭敬佛一样；十、寿命终结之时，心中没有恐怖畏惧，佛号正念现前，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以及诸位菩萨圣众，手执金刚莲台，皆已往生西方净土，于彼土尽未来际，恒享殊胜美妙之快乐。